哪家医院呢？好，我马上到。医生，我老婆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她这个情况，脑部受伤特别严重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可能啊不会醒过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就是植物人了。植物人？医生，这什么时候能出院呀？像他这个情况，我建议你在医院多观察几天。多观察几天啊？我这钱也不够啊。医生，这样吧，我还是把我媳妇儿接回家吧。接回家也行，但是你要好好照顾她，做好护理。哦，谢谢医生。那行，一会儿你就可以去办出院手续了。好，谢谢。青子，这好好的，怎么出了车祸呢？青子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呀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金子，这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醒过来啊？唉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？金子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啊？还是那种情况。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是啊，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谁也不知道。是啊。哎，奥迪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臭臭的。哎，肯定又是金子拉床上了。姐，我去收拾一下。你说你也真是的，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除了会拖累我弟弟，还会干什么呀？奥迪，奥迪，你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姐？奥迪，你说这金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啊？姐，医生说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醒过来了，除非出现奇迹。那你就打算这样一辈子照顾他？你还那么年轻。姐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早就受够了，可是他是我媳妇儿，我能怎么办呀？奥迪，要不我说你实在呢，你说你这一辈子的幸福不能毁在他身上吧？你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姐，那你的意思？奥迪，你说打小在咱家可是什么活都没让你干过，就算咱父母你也没有这样伺候他，你整天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他，你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还有，就算你照顾他又能怎么样呀？他能给你创造什么价值啊？他只会躺在那个床上一动不动的。姐，你说吧，怎么办？弟弟，你就是喂条狗啊，他也会摇摇尾巴，你说他会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你说他的亲生父母都不管他，你管他干什么呀？姐，他父母都不管他，我再不管他，他还能去哪儿啊？你傻呀，他就是个活死人，你把他往那一扔，他又不会说话也不会走，谁知道呀？扔出去行，反正话我已经说了，该怎么做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弟弟，这就对了，走。姐，就扔这儿吧。行，反正啊，这是荒郊野外的，也没有人，走。走。哎，姐，舒坦。
以后我呀再也不用过那种生活了。是吧，弟弟？我告诉你，等这段风声过了，我再给你介绍个好的。行，姐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听我的就对了。吃饭了，哎呀！姑娘，姑娘，这怎么回事？姑娘，你醒醒！姑娘，姑娘。叶总，你看咱们这个合同怎么样？这合同是没有问题，但是现在啊，这个合同啊，必须得让我们董事长过一遍。那叶总，你们董事长现在有时间吗？嗯，要不您在这稍等一下，我去他的办公室看一下。啊，可以。嗯，请坐。董事长，您看这份方案行吗？我觉得还不错。人在哪啊？人啊，在办公室等着。行，那我现在过去吧，你该去忙就忙。好的。金子。奥迪？怎么是你？金子，你不是植物人吗？你好了，这一切还要拜你所赐。如果当初没有你狠心把我给抛弃，我怎么可能会有现在这样，会有今天啊？金子，当初我也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你有什么苦衷啊？有什么苦衷能让你把你的结发妻子扔到荒郊野外啊？这，都怪我姐给我出的馊主意。金子，对不起。你别在这推卸责任了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到现在还听你姐的。金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金子，你原谅我吧。金子，咱们还是说说这个合同吧，这个合同可是我的最后一次希望，你可一定要签了它呀。你怎么还好意思跟我提合同呢？王奥迪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当初没有邢阿姨救我，我现在不知道还是人是鬼呢。你怎么好意思还站在这儿呢？我要是你，我都没有脸了。金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当初不应该听信我姐的谗言，把你给丢弃。金子，对不起。王奥迪，你现在跟我说对不起呢？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对不起能换来我这五年所受的罪吗？你知道我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吗？你呀，现在给我滚！金子，你先别赶我走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咱们这个合同。要是没这个合同，我就破产了。金子，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看在咱们之间那么多年的感情份上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原谅？你有什么好原谅的？合同？你要合同是吧？好。什么也没了。